哦，偷洞抓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GTA 啊，妈的混蛋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混蛋，你给我下车啊，王八蛋，肇事逃逸，下车，下，小不隆咚的死胖子想跑去哪里哈？非女人，干什么打不到人？妈的嘞！怎么打不到人呐？北兰是不是啊？西北兰，再给我撞撞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GTA 5。妈的，这个后面的林北在做开场介绍，再给我比中指，给我下车！下车啦，都给我下车嗨啊哈，给我下车 happy 啊，还不下车？我先把这条路堵起来好不好？我先把它堵起来，这群小王八蛋都别想跟我走了啊，别想跟我走了！来，我们把这条路彻底的给它封死啊！哎，别撞！哎，警车也给我撞是怎样 ？Hello， 停车！哎，停车！哎，都给我下车嗨啊，都给我下车啊！下车！哇靠！哎，不是，咖喱杯漏车了哈，漏车了，干漏车了啊！小白还不下车，小白还想跑去？哎，还在狗里面看戏嘞！送你们上路啦，来啦，都给我吃拔啦，吃，好吃，哇，哦，舒服了，各位，舒服了，溜了，好诶，前面这么多警车，怎样，借过一下啦，对不起，你在上面干嘛？还在给我看戏啊，妹妹，也不下车。在哪里啊？怎么看不到人啊？这边是不是？你在给我皮啊？在给我皮？可怜啊！啊，飞机嘞？那个直升机嘞？上面这个驾驶，你以为打不到你是不是啊？都下来，驾驶座的还不下来？死了！驾驶座死了。哇、哦！哎呦，可怜啊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啦？啊，你也在干嘛啦？啊，你在干嘛啦？白痴！哎，你给我躲！你以为看不到你是不是？北兰！活该啦，低能儿，活该！活该！先生，你的光头挺好看的，来帮你拍张照。这个光头实在是太可爱了。没有头发的光头哦，帮你拍张遗照啊，老兄，遗照拍得不错啊哈，帮你拍好遗照啦，晚点寄去你家，好棒，让你爸妈看到你生前最帅气的模样。酒驾零检，干什么？这跑这么快，肯定有喝酒啊，给我下车啊！这警察在追嫌犯是不是？哦，好凶狠，来，我来帮这个警察好不好？我来帮警察。来，警察先生，我来帮你挡车。斯达普的卡听不懂是不是啊？听不懂是不是？就叫你斯达普的卡了。警察火拼！哇！这个小胖很屌，这小胖，小胖死了。啊！警察竟然输了，那无可能啊！换台车。林北来跟你尬啦，这个通缉犯肯定帮你抓到，好不好？妈的，给我吸毒哈！再给我吸毒，个通缉犯，给我停下来，通缉犯，就是你啦，还敢？是他吗？好像是他，对不对？没错啦，就是这个王八蛋了，这个毒品通缉犯。身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啊，肯定要把这种人渣逮捕到案，好不好？给我停下来，真的给我停下来！不要逼我开枪哦！趁我好好讲话的时候给我停车哦，王八蛋真的是，
哎，希拉爆，希拉爆，妈的把你车胎打掉，还想给我跑，把你车胎给我打飞，哎、欸，打滑了是不是？丁冷儿，要不要下车？哎、欸，不下车是不是？还不下车？在你车上写个干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想跑去哪里？啊，林北要将你绳之以法了哦！哎、欸，不对耶，怎么换那台车肇事逃逸了哈？撞到通缉犯，以为可以不用停车是不是？给我停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里面的希纳豹，停车！撞到人是不是？撞到人还不够死？哎、欸、啊啊！那轮胎全部被我打光光了！哎、欸，剩这个，剩这个，剩这个！哎、欸，都没有轮胎了，还在给我飙车是怎样？还不下车啊你！你还不下车啊你！到底为什么不停车呢？硬要逼我把你车打爆，真的是北兰哎、欸、北兰干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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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哎呦！你看里面那个阿婆，她吓得要死，真的。不要怕，哥哥是来救你们的，好不好？我是来拯救你们的，千万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。先在你们车上粘个炸弹，哎、欸，旁边的车也粘一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旁边的车，哎、欸，能不能吃一个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再给你一个，哎、欸，再给你两个，哎、欸，再给你吃一个，啊，怎么一爆？碎啦！哎、欸，我来灭火了，自己造的孽自己担，好不好？我来帮你们灭火啊！千万不要客气，哎、欸，千万不要对我客气。来，喷水水，喷水水，干嘛、啊？撞什么东西？消防车跟你撞了是不是？北兰，哎、欸，帅哥美女，有没有人想参加鱿鱼游戏啊？哈？有没有人想玩鱿鱼游戏的？想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想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上车上车上车！这个粉色衣服的想玩哦，来上车！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妈的，想玩鱿鱼游戏是不是？林北跟你玩真人版的鱿鱼游戏啊？哎、欸，去死啊你啊！想玩游戏还不付钱，还不上车，还想拖我下车啊？北兰，社会底层，还不去死一死？北兰。我们教训完这些社会底层啊，赶紧去载下一位客人啊！有没有人想玩鱿鱼游戏啊？哈，想不想玩？哎、欸，美女，哦，这男的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美女，要不要玩鱿鱼游戏？妈的，不理我是怎样？那个人不理我是怎样？啊，这是看我没有、欸，看我没有、欸，哎，北兰，没事没事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，我们赶紧上车啊！有没有人想玩鱿鱼游戏？啊，哎、欸，在交易毒品是不是？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干什么东西。我看一下，哦，手里好像拿着一叠大麻哦。这群北兰想拿大麻在干什么？身为一个正义的计程车公民啊，就是要阻止这种状况，好不好？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，太棒了！要不要玩？哎、欸，哥哥要不要玩一下？哎、欸，要不要玩？不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行不行，这里不能打架，哎、欸，不能打架。哦，这群消防员真的是，真的是北兰的啊，把你消防局炸掉啊！哎、欸，社会底层，你们三个社会底层要不要玩鱿鱼游戏？不想参加是不是？哎呀，给你们机会不懂得把握，废物，这是社会底层，底层，社会底层。哎、欸、哎，看、欸、这个死胖子，你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了哈？林北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了？不讲是不是？把你腿打断了你！再给我耍北兰啊！再给我这边皮，给我皮！林北给你机会，再给我皮！哎、嗯欸，社会底层，你想玩游戏是不是？社会底层，来来来，赶紧上车！哥哥带你去赚456亿啊，好不好 ？OK 啦，来啦，我们赶紧去玩鱿鱼游戏啊！走开啦，社会底层！对不起啦，借过一下，对不起啦，哦，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哎、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借过，借过，借过，哎呀，借过一下啦，人行道上站着人是怎样啊？走开啦，行人就去给我走大马路好不好？挡在人行道上干什么东西？北兰，真的是北兰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目的地到了，先生，你的目的地到了，哎、欸，不下车是不是？那我要带你去玩第一个游戏哦，你再不下车，你真的不下车吗？哎、欸，干嘛干嘛？
欸，弟弟，来上车，弟弟，弟弟，哦，前面这个弟弟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拍谁？弟弟，弟弟，来，请你不要害怕，我这个车是有装饰过的，好不好？请你放心的上车啊！欸，干嘛啦？上一下车啦！为什么不上车啦？我车很漂亮，你看上面都炸弹欸，你确定不上车？人家是不上车欸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一台，来，请上车。哎，哎，林北精心给你设计的车欸。哇，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上车啦！叫什么东西啊？社会底层，那穿了一身破烂。走走走走，哥哥带你去看夜景好不好？天色这么暗，最浪漫了。先生，请你坐稳了，先生。哎、欸，很快就结束喽。哎、欸，小姐，要不要玩哥哥的鱿鱼啊？来玩一下哥哥的鱿鱼啊！哇吼！哇，我超帅，我真的超帅。欸，那你们看这个骑车姿势，超级白痴，超可爱的，傻眼。哎，干什么？想跑啊？你还想跑哦？你够造哦啊！造造，撞到了还叫我？撞撞撞！啊，你朋友都出事了，还在个车上看戏，看嘞啊，看嘞，看嘞，够垮，够垮嘞啊，垮嘞，一个垮啊！看，把钱交出来啊！看，看，看！欸，哥哥千万不要怕，来，妹妹请你吃炸弹，满桌子的炸弹给你慢慢享用，好不好？OK 的 ，OK 的，不要客气，哎、欸，尽量吃，来，哎、欸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哎、欸，不爽来打一架，这个废物啊，死胖子，啊，这个嚣张嘞，嚣张，嗯，扒什么啊？你扒什么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是后面这个在扒，那在扒什么？在扒什么啊？啊，大人在讲事情，在扒什么？喇叭给你这样乱按了是不是？给你乱按，给你乱按，就死秃头，死秃头，死秃头，啊！那不救你朋友在干什么东西？你也给我下车，给我下车，慢慢瞧啊！都给我下车瞧啊！啊！干死，干死什么东西？你在吵什么啦？你到底在吵什么啦？谁想救你啊？救你嘞！救嘞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肇事逃逸的又抓到一个，这王八蛋，这是王八蛋，这王八蛋肇事逃逸。前面那台红色的，给我停车哦！我现在要依法逮捕你啊！这台红车，妈肇事逃逸是怎样？给我停车，马上给我停车！还敢拒捕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昏倒我就不会揍你了吗？你给我下车，这王八蛋！你给我下车！你给我假装昏倒是怎么样啊？假装啊，假装昏倒是不是？假装昏倒嘞啊，昏嘞啊，还敢昏哦啊，昏嘞，昏嘞！好，各位，以上的影片呢纯属效果，好不好 ？GTA 嘛，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，大家看看笑笑就好，不要模仿 ，OK 吧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鱿鱼游戏啊，不是，我们今天这个鱿鱼游戏的模组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